签字，要是翻一翻60分就好了。家长签字，要是他们签字的时候闭着眼睛不看分就好了。他们傻子。唉，不过要是他们签字的时候变成傻子，也倒不错哈。就这分，他们一看准气傻了。然后把我们打傻，你怕吗？我当然不怕了。我爸是铁哥们儿，我妈看在我爸的份上，也不会把我怎么着的。您说是吧？是什么事啊？哪个家长看着这分不提呀？哼，咱们死定了。那就回家准备个屁垫儿。搁在裤子里，明天等着挨板子吧。刘星，那脑袋怎么防啊？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刘星，记住我这张脸，今天回家挨完打，明天就不长这样了。哎呦啊，狗急跳墙，快！怎么样？没啊，快了快了，马上啊。爸爸，这是我阶段考试的成绩单，请签一个字吧。嚯，这么好的成绩啊，签一个名都不过瘾。嗯，那把我名也签上。妈，你就给刘星签名吧。嘿，还真是的，刘星这成绩单也该下来了，他怎么没拿出来了？刘星，小雨，你想害死他呀？嗯，谁死了？哎，钱总，钱总过来，过来，快看！呵，自个儿在屋看书呢。行啊，什么时候知道自个儿看书了？今天真是太阳跟月亮一块从西边出来了。走。你不觉得他看书的距离有点太近了？行了，你别打扰他，好不容易看回书，你过去。嘿，这刘星真是用功了哈，肯定受小雪的影响。来，你不觉得他今天有点反常吗？这就是进步的开始。哎，我是说你。你行了啊，你就是习惯有个用功的闺女，不习惯有个用功的儿子。我只是不太习惯有人这么看书。成见。喂，啊，我是刘星的妈妈啊。哦，您好您好，哎，赵老师啊。成，有时间，好嘞，哎，明天见啊。赵老师打来的电话啊，让咱明天去一趟。惹什么娄子了他。刘星，哎，刘星，读书怎么老师还找家长啊？老师也是够没事没事。你觉得他像干了什么坏事吗？他就是干了他也不会说。你就是对他没信心。没有啊，我对他有信心啊。哎，是你疑神疑鬼，赵老师一打电话你就认为人干坏事了，我恰恰认为不一定是坏事，没准让他明天接受表扬呢。这还差不多。谎话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。哟，老师忙呢是吧？要不然我们先在外面，我们再等等。哎，您先忙，等等。请你们家长来啊，都是为了一件事。来。啊，一件事。您坐啊。哎，我来。来了。哎，路上堵了。哎，有点堵。坐。好嘞。刘星家长，是我们啊，刘星家长，是我。来，你们先看看孩子们阶段考试的数学成绩。啊，
这不是我的签名啊，这个。我也没签过呀，这名。你看，看来呢，我判断的没错。孩子们呢，怕你们家长看到他们的成绩，就冒充了你们家长签字。不能来，我有点晕。不能回家再晕，受不了。现在呢，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呢没有查清楚，我希望家长们呢协助调查。李宁、刘星，你们俩进来。你们俩呢，当着家长的面说老实话，这个家长签名到底是谁签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如实招来。不是，是我们自己。好啊，你敢冒充你爸爸我签名？啊，不是，是他。刘星，你怎么冒充人爸爸签名啊你？我帮助他，他帮助我。跟我说，这坏主意谁出的？谁出的？这坏人是谁啊？这个啊是最后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，快说！哎，李宁吧，别气死我了。是我。走，回家说。走，行。现在的是。哎，梅梅，你耐心点。梅梅。我耐什么心呢？我哪还有这耐心呢？我这几年就剩耐心了。你给我过来，听见没有你？哎，妹妹，你千万要冷静，别那么冲动。你先跟我沟通沟通多好啊！我没耐心再跟你沟通，我也没法再冷静。你起来。哎，妹妹，我告诉你，刘星，这顿打你是彻底的躲不过去了。我今天要不揍你，我都对不起你。哎，妈，什么妈？这没你们俩事儿，你们俩少动我些事儿。哎，刘星，你给我过来。妹妹，你看看。你打这一个孩子，这俩什么感受啊？什么感受？我还管得了那么多感受啊！我小雪，人家懂事儿，人家不会干这种事儿，人家要脸。小雨还没长大呢，我要长大就得挨打呀！那我不长大了。看，孩子吓得都拒绝长大了。什么拒绝长大？妹妹，过来吧！哎呀，过来！冷静。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拦着我。妹妹，二七吧，你还敢躲？出来，来，数着，28，29，30，那个手，他还打呀？这只手是打你数学不及格。这只手是打你冒充老子签名，啊！我姑，你先歇会儿。嗯，我来点思想教育。我回头回头。儿子，你给我听着啊，以后不许跟刘星来往，放学了就赶紧回家，哪也不许去。每天做完作业再给我做100道数学题，听见了没有？光听见不行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大点声，别跟没吃饭似的。晚上今天我都没吃饭。你还想吃饭？你等着明早啊！拿住，数着。你还活着呀？活着呀！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我爸把我的手啊。都快打成红烧猪蹄儿了！哎呦，别动啊！我现在连筷子都拿不住了，还让我每天做100道数学题，你说他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了？你呢？我妈到脸也没打上我，我爸也不敢打，他们要敢打我，我就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，这倒是条活路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如果他们再迫害我，我也离家出走。好，我支持你，不要做家长手里的烤鸭，要做一只自由的小小鸟。往哪儿飞呀？哎，中国地儿那么大，你往哪儿飞不成啊？你是南下北上东进西行，我一看报纸上写的。
现在是西部大开发，那还需要人呢。反正我最远只到过西直门，我怕再走远点会不会遇到坏人呀？那你就往没人的地儿飞呀。你可以去咱某区，对，在那吃天然绿色的食品，也不愁啊。没看电视里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一个个吃的那么肥。不过那儿的老虎也挺肥的。对，我忘了老虎吧。离家出走这件事儿也太危险了吧。便宜货了，大打折，你猜打几折？两折。真聪明啊，800块钱东西变160了。别高兴了，看完这个东西你有可能变成250了。学校通知，自定于下周一二两天进行第三单元的阶段测验，望家长协助学生做好考前准备。真这么灵啊？宝贝儿，怎么了？哎呀呀，考试了，他又该不及格了，老师又该找家长了，又该犯神经病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什么事儿出来之后不是还有我顶着的吗？他要是不及格，你倒是去给他开那倒霉催的家长会呗。怎么了？你不爱去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去不去并不重要，这不解决根本问题。根本问题你想一想，如果没有不及格的学生，怎么会有这个倒霉催的家长会？咱们就先不用去开这种家长会了。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这次必须得让他考及格了？对，那咱们得给他点压力，让他好好的复习。马上又要考试了，你要再考不好，你要再敢给我考一不及格。刘星，快期末考试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呀？我想，哎呀，怎么又考试了？时间过太快了。我也是这么想。我问你，你该复习的都复习了没有啊？你觉得你这次能考多少分啊？他说他想考100，就怕老师不给那么多。我争取吧，我。你太缺乏创意了吧？我怎么缺乏创意了？要你怎么说呀？我就会说，就像问阿凡提，毛驴尾巴上有多少根毛啊？说不清。哦，说不清就是里面有毛啊。你们俩别打岔行不行？我在这说正事儿呢。刘星，你说，你到底怎么样啊？你觉得你这次能不能有点进步？驴尾巴毛说不清。你就学这东西学得快。我现在问你，你该学的你都学明白了没有啊？驴尾巴毛说不清。你都复习了没有啊？驴尾巴毛。你再提驴尾巴。你再提驴尾巴，我跟你急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考不好我们就死定了，而且会死得很难看的。越想脑子越乱，恐怕到时候我连1+1都不知道怎么算了。这回恐怕我连30分都得不了了。你比我强，你后爸对你多好啊，不像我，考不好，回家以后还得挨我亲妈亲爸的混合双打。看来有个后爸还是挺幸运的事儿哈。不过以前我也经常受我亲爸亲妈的混合双打，我就往我姥姥家跑。可是我没姥姥家。南下北上东进西部大开发。
您救救我、嗯、我妈肯定揍我。哎，我们先考什么呀？三分。总是考就是那一定是百分制的三分吧。对，班里第一不是林宁才得一分，他咋的？刘星，你的妈妈这次肯定有点受不了了。我看也是。哟，刘星回来了，考怎么样？啊？是吧？去看看。知道成绩了吗？三分。呵，不错呀，呵，及格了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看看。啊，有进步啊你啊。百分制的三分，夏东海。现在不打成绩，梅梅，刘星，哎，梅梅，你不能急，梅梅，梅梅，梅梅，你妈好可怕，刘星要没了，梅梅，梅梅开门啊！谁啊？来了来了，孩子，孩子呢？孩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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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门没锁呀？爸，我想他们在找自己的儿子呢。我想也是。嗯，不是你儿子。哎，你们让我儿子干嘛呀？我是在找我们自己的儿子。哎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呢？怎么了？干嘛？我儿子让你一家出走了。哎呀，我干嘛呀？儿子呢？刘星去哪儿了？嗨，林宁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林宁是谁啊？鼠标啊，林宁是他大名。现在所有的人见了刘星，都打算问他问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跟林宁是哥们儿呗。嗯。妈，什么时候吃饭呀？我快饿死了。我也饿了。小雪，你看都这会儿了，刘星还不回来。妈，您甭担心他，他是不是被警察叔叔给抓起来了？别瞎说，说他干嘛呀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哟，回来了，刘星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这样了？在过去的三个钟头里，所有的人都在问他同一个问题。鼠标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回答正确。嗯。鼠标的父母在问，他的老师也在问，连派出所的警察都在问。嘿，怎么这么孩子都问成这样了？可怜了，可怜了，快回屋歇着去吧！啊，知道门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快快快，小雨，快快跟我回去。哎呦，真是的！哎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干嘛逼问我们呀？怎么这样啊？这是好事啊！啊，这说明他跟同学的失踪没关系啊。那倒也是。哼，来，嗯，我觉得可能刘星还真的不知道他上哪儿了。什么叫可能啊？本来就是肯定。他凭什么就得知道啊？哎，你说这孩子也真够可怜的。你说本来就不知道吗？还那么多人围着逼问。呵，不是要关起门来打人家的时候啊？这跟离家出走比啊，这刘星算好多了。哎，明知道犯了错，回到家有可能挨打，人家照样回家来，打都打不走。孩子挺局气，我以后还真得对他好点。不知道，刘飞，你怎么也学这个呀？你知道也不能说。哎哎，小雨，别瞎改别人的台词啊！反正就是刘星就是这么说的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知道也不能说，说出来就惨了。刘星，刘星，刘星，是吃饭了吗？站起来！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我怎么了？鼠标逃跑的事你知道多少啊？这个时候快说呀你！你们这个问题都问了 N 遍了，我说了不知道不知道。知道了也不说。说出来就惨了。Yes。嗯。No。人家家长可都快急疯了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出来。也行，好儿子，别扛着了，招了吧啊！要不要就和他一块逃跑了？嘿，你这孩子怎么不禁夸呀？你妈刚夸完你说打你都不跑。哎呀，你快说呀，这里面到底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又帮同学出谋划策了？
他哪有这本事？他顶多给人点零钱，买俩汉堡包或者热狗什么的，给人当当干粮。你小看人了，他离家出走的创意全都是从我这儿来的。嗯，你可别吓唬你妈啊！林丁一考不好就得挨打，他都快打傻了，所以我鼓励他要离开家长的虐待。你不要老在被窝里偷着哭了，你要做自由的小小鸟，笑傲江湖。我还给他指定了四条逃跑路线呢，南下、北上、东进、西行，要沿着唐僧取经的路一直往西走。妹妹，你看把你妈给吓的。